看到一个这样一个视频，是关于打视币交易这样一个页面。那我们刚开始呢，是可以点击这里，然后切换中文模式的。如果你到一个英文界面的话，也是可以在这里选择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数据、数值、购买、交易平台以及它的这个。还有它的排名、网站、浏览器、源代码、技术文档、市值、交易量、流通供给量、最大供给量，这样一个数据。然后下面是它的一个图表。然后这里也可以看到它的历史数据。那就是它的流通量以及它的价格，比特币的价格。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关于打市币，它将自己描述为数字现金，旨在为每个人提供财务自由、支付快捷、方便、安全、费用接近于零。打市币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完全分散的支付解决方案，以支持真实的用户。用户可以在数千个商家处购买商品，并且在全球各大交易所和经纪人处进行交易。那它自2014年以来推出了以下的功能：双重网络、有激励节点和非引入项目治理。第二个是即时结算的付款功能，即时发送，这个是即时不变的区块链，可选的隐私，也就是说它是可私人发送的。这边可以看到打市币的这样一个统计数据，它的价格、它的投资回报率、市场的排名、市值、24小时交易量、流通供给量。总供给量、最大供给量、历史最高纪录、最低纪录、52周的最高纪录和最低纪录、90天最高纪录、30天、7天、24小时高纪录和最低纪录、昨日高纪录和最低纪录。它的昨日交易量，还有它的昨日开盘价、收盘价。购买视频点击这里。所以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。谢谢。